同学们好，现在上即兴辅导班课，我们讲的是老嗨奴，老嗨奴。前面我们讲了，这个曲子，我们是用爵士弹的，爵士的味道，前面呢，而且这个调呢比上次要难，就相对来说稍微难一点点，因为上次是为了大家刚刚开始弹爵士，我用的是西调，这个呢，我用的是降一调。那么和弦呢，和弦稍微也有一点点减和弦，用了两个减和弦，稍微难一点点，有的减和弦，上次好像有减和弦，上次好像没有减和弦啊。今天讲的是第三页啊，第二页开始，第二页的第二行的第二小节，也就是高潮开始，我先弹一下。好，到了第三页。最后来一个减和弦，和弦最后啊，好，讲一下这一部分是我们叫做 B 段，比较激动。右手你看我全部用八度，前面是用三度和弦，前面是音乐比较轻，这里右手全部用八度，左手相对音也比较重，这两个前面是一次，这里是两次，比较激动，好吧？先说右手啊，右手八度，在第二页的第二行的第二小节开始，第二页第二行第二小节全是二，开始啊！我们用节奏，用节拍器，速度是一百。当然，先练的时候稍微先慢一点点，啊，练好了再快一点啊。练的时候可以用八指啊。我现在示范。示范我等一下弹一遍稍微慢一点的啊，现在用元素啊一百，等一下我再弹一遍慢一点，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，好吧？先用一百来一下，第二行的第二页的第二行的第二小节。